硬硬邦邦的了，眼睛都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电筒，别粘着它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，要几分钟？这个盐子冻开了。嗯，冻白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还吗？缓缓。他眼中变黑了就行了，眼中现在白的。嗯，这个还原是 OK 的。对对，很能还原的可以。来来来，我去。给你，来来给你。变黑了的兄弟，嗯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要冒泡了，是吧？看到，哎呀，哥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，这个要冷冻三天都不能喝了，你要保存，你要用负的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。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都冻那么40-50度，这个完了。银年金银都是用于液态，对啊，金瓷。它就是个原理。啊。行了。真是去，你看，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鳞片掉。上次效果没那么好，对对，这个很明显，它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嗯，我也我们冻鲤鱼、冻泥鳅都做过实验。嗯。